我回来了，爸爸，你看妈妈有这么大一盆衣服。哎呀，快快捡起来，我们去晒。哇，好啊，爸爸，我们走。暴露不然他又傻了。大部分都是我的衣服，而且它真香。今天我们的作业是非常简单的，把大写和这种小写的拼音，把大写小写的拼音都写了，来照着写。我感觉大写和小写合在一起好漂亮哟，是好可爱哈。写完作业，现在让我们来放松放松吧。我看好多人都做这个蜡笔泡泡胶，今天我们也来做一个。你看这还写的吹泡泡，来，其实里面是可以放那种亮晶晶的闪粉，可是我们没有买到。我感觉我的剪刀剪不下来。哎，好了。有点难弄，这个一弄它就那个，哎呦喂，粘住了！哎呀，别失败了啊、哦！还没开始就失败了。吹个屁呀、啊！这个根本吹不了。还没开始就失败了，因为它全粘上了。而且你最外面这一层还有一层胶没撕开。再来一次，是一把斧头，来吧，小心点，要不又失败了。哟，鼓起来了，跟放屁一样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走起！鼓起来，鼓起来，鼓起来了。第二个失败，这是个半成品，跑气了，跑气了，你看。对。但是这个胶会挺好玩的。第三次挑战，第三次我们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，看能不能成功。起了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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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继续。哇！再来一次，再来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呀，破了！哎呀，第三次，好喜欢。第三次失败，你看，就吃了水了就不行了。对，继续吧，重新弄吧，过一次一定能成功的。我帮你捏住这个地方，吹。啊，我吹的头都晕了，缺氧了。是我爸吹的，成功了一个。还需要几个？需要五个。这么多？四个。现在呢，是我的爸爸，这个我爸爸在吹。爸爸吹的吹腮帮子疼。因为我的腮帮子很疼了，我来设计。哇，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，成功第二个，暂时来做什么独角兽？我在做一个胖胖的布娃娃了。这叫我那个什么？猜猜我弄的是啥，爸爸？来吧！噔噔噔，是一只带有独角这个小猪，独角小猪，好可爱呀！晴天小猪，蜡笔胶制作成功。现在我要给小伙伴们避几个坑，就是买这个一定要买厚的，这种这么厚的。对，厚的。还有多，不然你失败几次就没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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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